好，大家好。前两节课我们把丝瓜的画法，还有这个花的画法哈。那我们的叶子呢是掌状五列，那么画掌状五列的时候呢，我们注意要换个大提斗笔，我们调出中等墨色，然后呢往笔肚后面调一些淡墨，笔肚后面啊，也就快到笔根了，调到淡墨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在笔头再来点稍微重一点的墨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画啊，把它的叶子，你不一定非得画成那五个啊，四个，因为它有时候叶子的这个透视角度不一样哈，我们只能看到三片或者是四片啊，一片、两片啊。当然，我这是给大家演示的比较稍微规矩一点的哈，这是一个叶子，它是这样走的哈。那么它还有一些叶筋哈，叶筋呢，我们稍停一会儿再画它。那么，因为我们这个丝瓜呢，它是属于草本藤，所以说它那个茎哈，它有一些藤蔓啊，有一些茎，它不是像那个葡萄那样的是比较有那个老辣那种感觉，它毕竟还是比较嫩一点的哈，嫩一点的。嫩一点的，好，我们在上面给它勾叶筋啊，这个时候可以给它勾点叶筋。叶筋呢，我们稍微用重墨啊，重墨勾叶筋，其实也是让它的画面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有看头。勾叶筋的时候，这个就比较，哎。好，这个丝瓜的叶子就画好了。